你想吃菠萝榴莲是吗？哎，刚才掉线了。来，你可以把你不吃的米饭给我媳妇儿。真的要疯狂了。这牛蛙虾它不吃了，没几个肉。这道菜挺坑的，就好吃是好吃，但是有点坑，没什么肉，味儿香。刚才卡了，刷新一下就行了。辣。辣真是特别下饭。对，你够吃了，你别不够。那么好吃，我操！我还吃了一饺子。哎呦，我吃了2盒半的米饭，但是现在我还没有饱，我还没有饱。那他妈没招了。明天啊，就他妈点一份，我吃这个，你再点一你吃的，我就吃这3份米饭配这个就行了。吃了2份半吧，米饭。我估计吃完这个也跑不了。3盒。他网络不稳定，明天就不能住这屋了。这屋不好使，连别的屋会总断不行啊。嗯，是。哎，他这牛蛙吃了58块钱，糟心，好吃是真好吃，没什么肉。呵呵，真他妈辣！放什么辣椒这是？哎呀，老妹儿，明天他几点跟他老爷们去医院？8点。那等于就做完手术，在医院再待一段时间才能出院是吗？待2天了吧？老恒啊，刚才卡了。刷新一下就行了。今天不放，明天再说了啊！明天再放。今天不看烟花秀吗？那烟花秀也没看见，好，就10分钟。没秀上，还不如咱自己放呢。可不，我就说嘛，还不如咱自己放呢，当回事。人太多了，主要是。明天一定得给你买件衣服去，太冷，你得穿上点。烟花秀是好看，但是看不见，人太多了，就没信号，还他妈没信号，妈的！今天就当咱俩休息去。嗯。本来我想着一直放炮呢，去没意义。大老远折腾，开车倍儿鸡巴远，操，折腾。当回事。那老板特别好，给我们。你也没吃饱啊？我还慢慢有啥玩意儿？我说实话，我也没吃饱。我吃了2份半的米饭，我没吃饱。虽然流着鼻血也吃，真他妈辣！我操，那么香，哎，有点辣。吃饱了，你吃啥呀？啊，辣椒炒肉加米饭，你看这，对，这家辣椒炒肉加米饭16，行，套餐，真他妈低了。
就他妈吃这小辣椒。我操！那么香，没了啊！两碗半米饭没吃饱。到哪儿了？你吃啊？现在饱腹度有60%吧。那你想吃啥呀？你点啥吃？米饭倒挺好吃的，硬香。对，主要是米饭你爱的，我发现。还是饿了，到时候再说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等会儿，得盖上呗，盖上直接扔了。没吃爽，你说咱俩刚在这吃一次热菜，这他妈还没吃饱，还不如吃他妈肯德基呢。肯德基麦当劳起码还能吃饱。下回知道点啥就得了。你要是肯德基，咱俩就点吃完，可能一会儿你还饿。哎呀，来这边留洋就没怎么吃过热菜，兄弟们，这他妈胖胖的太惨了。真的猴子，这他妈来浏阳放炮太你妈惨了，又鸡巴累又吃不饱。又他妈不打赚钱。哎，这他妈浏阳太他妈累了，玩的。给你。啊。来祖宗们，哎对，把媳妇儿把你那个什么，你这样，你把这个你那白线拿下来，对。包括插销头也拿下来，对。然后呢，直接上那边把那黑线，把那黑线，等会儿，哎，你把这个呀，对，直接把那个什么那个黑线，咱俩对调一下。你把这个接着冲上那黑线，冲上那东西给冲上，对，把那黑线拿过来。然后我直接这么着远距离，我插我这个我充电这手机。明天晚上放炮啊！那个哥几个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啊？因为啊，今天是什么呀？今天是浏阳烟花秀。说实话，我不想去。实话，我是真不想去。老北得要去，主要是我琢磨看一眼，咱这没见过，看看吧。我媳妇儿叫唤去，然后那老板也说你来了就去呗。他这边放炮是啥意思？也是浏阳，这边第一次放炮，所以那人还人山人海的人不说吧，等真正放的时候没信号，没信号，然后呢？也他妈看不着，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，妈妈你琢磨琢磨，回头你告诉我。就是跟菠萝派那种带馅儿的啊，你就想吃，你是不是就想吃麦当劳的菠萝派呀，妈妈？网猴，咱说实话，网猴，你觉得我出来我瘦了吗？瘦了，我觉得你直播看待会儿，待遇看不着。而且第二，网猴，你觉得我能吃了吗？现在有点卡，不卡吧？看我直播卡吗？我这信号上传非常好啊。对，把那黑线给我。啊、那黑线都没对，那黑线对，拔下来你给我，我正好插这儿充电手机。我现在卡吗？我上传没问题啊，我用的酒店的 WiFi。网线不好使，就怕连别的不好使。行，妈妈，那我先忙，我这直播呢啊，你赶紧休息，到时候明天再说想吃不，我让小胡给你订。哎，你看他丈母娘想吃啥，有没有想吃的呀？给他邮两箱炮上回去。然后就到那边给丈母娘扣了，就你要炮上啊。浏阳这边特色就是他妈放炮，给他妈丈母娘邮他妈两箱炮上回去。没有啥特产，就是炮上。再给你让不让扣了，没劲儿。哎，行，床上亮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还是在屋里舒服，吹吹牛逼吧，哥几个，操，吹吹牛逼，大耳逼吧，老板们，兄弟们，这你妈这两天给我累秃了皮了，都快。啊，不卡是吧？卡你跟我说啊，如果要卡，我不行就切自己的网。你们先试试，如果卡，你们跟我说，我就切自己的网了。我也感觉这网不稳，但是目前看还行。烟花好像不可对，是不能邮寄，就是开玩笑，就是开玩笑。
你个人邮寄烟花是违法，但是有一点可以。假如你是开公司的，你在北京啊，就是如果你想寄一个城市，你在这个城市有公司，自己公司往自己公司邮寄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个人邮寄烟花，这就属于违法，明白不，兄弟？兄弟，哎，猴子还在吗？严明，哎呀，鸡人在吗？你们，哎，其他兄弟也是，你们觉得我瘦了吗？这两天？你们觉得你进老店瘦没瘦啊？我感觉怎么这两天我瘦了呢？我是不是就是点那鞭炮点的呀？我给自己他妈都放瘦了，我操！我觉得我自己我也能吃了一下。哎呦我操！今天主要那烟花秀，真不应该去。哎呦不行，网卡，媳妇网卡。是啊，我是网卡。行，我切自己网，等会儿我切自己网。这我要害死你。